去吗？好，展元兄弟是谁？我是焚香火炉。焚香已经倒了耶，焚香。焚香已经倒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在。讲的跟真的一样。对，就是呢，魔法书完了，皮比较薄啊，加加对，加加油啊。我是快要赢喽。对呀、啊。太简单，打败这一方。来，代将来派一个代表说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小齐哥，我们的代言人啊，很多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然后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，他其实还有一个我非常称赞的身份，他是运动员。杭州亚运就有正式比赛是电竞，所以呢，由小齐哥来代言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。而且呢，这个刚刚落败了。真的好想赢小齐哥啊！其实他还有一个 OS 啊，就是想问小齐哥要不要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。我可以去加油了，欢迎所有的年轻朋友来玩这个手游，感觉像掌门人了。因为我当年都16年前左右，然后那时候拍那个 MV 的时候，里面的角色每一个都现在都赫赫有名。我的陆雪琪是唐嫣，然后碧瑶是张萌，然后我的师兄弟是李东学。很久了，我现在都是演，我都演反派演坏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他们说我要眼神温柔一点，所以戴了个眼镜。今天看到齐哥，我有点认不出来，因为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齐哥平头。哦，我以前每次演坏人的时候，我就是短头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广告剧跟女生对到戏，但是觉得没对到已经可惜。好像就是错过，可能这个脚本的安排也是这样。我想说，哎，女主角人呢？原来我都一直跟她错过，在不同的时空穿梭。我觉得有点浪漫，然后有点带一点遗憾的凄美。会不会什么音乐上的？对啊，我好想啊、哦！我前几天跟公司在开会的时候，我就有提出说，我的歌里面会不会有个 diva， 有个女王来帮我唱歌？我就说，佳佳有空吗？我要看。为了小齐哥，我都有空。